那个演员呢还是比较优秀的，对，一位叫高晓贝，一位叫李浩洋，啊，两个人呢都多才多艺，多好。这个李浩洋呢，除去说相声以外，还能说评书，是。这个高晓贝除去说相声以外，还能学结巴，啊，是吧？反正都是多才多艺吧。嗯，高晓贝大高个儿，1.91米，对，老话说1.91米傻了吧唧，说的就是他。哪有这老话啊？我姥姥经常这么说啊，这叫老话。旁边站那个李浩洋啊，比高晓贝就矮一点了，嗯嗯，1.71米，哎，1.71米傻了吧唧，说的就是李浩洋。在你眼里是不是谁都傻了吧唧？哎，您不一样啊，这位先生呢1.41米。行了行了行了，1米，行行行，我也不是1.41米，您不是踩着马扎的吗？好，还不够1.41米。咱就说每一个演员呢都有自己的特点，嗯，刚才说相声那个高晓贝啊比较聪明，是说相声说了十几年了，嗯，他呢也有他的特点，他特点，特点呢就是招人喜欢，对，为什么呢？小伙子长得也精神，嗯，也刻苦用功，嗯，所以说相声呢，哎，大家欢迎，嗯，为了今天高晓贝表演呢，特意优酷的同志们都来了，哇，又为录他，哎呦啊，因为什么呢？好演员人人爱听，是人人欢迎，而高晓贝这么好那么好，他也有缺点，他这缺点是什么呢？其实也不能叫缺点，也不怨他，可以说是个遗憾吧。啊，可以说是个遗憾。您讲一讲。我要说的对，朋友们，您给我鼓鼓掌，肯定一下啊。什么缺点遗憾呢？就是说什么呢？就是说什么？高晓贝啊，说相声没找对老师，是吧？这是一个遗憾。哎，谢谢大家的肯定和鼓舞。这一点呢，因为什么呢？在我们这行啊，你说我改行，或者说是我倒门，什么叫倒门呢？就是说我拜别人。比如说拜老爷，这是不允许的，因为老爷没有师傅。您先别说了，干嘛呀？没找对老师。高晓贝没找对老师是他的遗憾。哦，你是不是不知道高晓贝老师是谁？不是你吗？就是他，他就是高晓贝那老师。你知道是我。对，怎么叫没找对老师啊？这不表扬你吗？你哪句是表扬我？哎呦，我告诉你，这优酷要不来，我都舍不得说这个。我告诉你。就为了表扬表扬你，就是你呀，比他呀，我那意思啊，你明白了吧？我糊涂了。你那么说那么详细，你没听明白呢。就是说呀，高晓贝学相声，拜你为师，是对不对啊？对，你是他的老师，对呀、啊，他是你徒弟，对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还是的，真是，就是说什么意思呢？您这没正经东西，没找，哎呀，你让我着急。说相声的找老师是什么条件呢？首先来吧，你得看这个老师啊，比自己水平上是不是强。好家伙，对不对、啊？还有拜师，那老师不如徒弟的呢。当然有了，为打腕儿啊，老师比较有名，但是没多的能耐，我愿意拜他为师，我也有名了，是这意思。你们不是这意思啊？啊，你们不是这情况。师傅比徒弟能耐不能大的太多了。如果太悬殊了，师傅说点什么徒弟们听不懂。比如说吧，高晓贝演一段相声，他在旁边偷听。我还得偷听？你别让他看见你啊。听完之后给高晓贝提提意见。高晓贝过来过来，不听话呢，过来。连这句都不听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以后干嘛呢？我排练呢。我这喊山呢，指点高晓贝。我都得好好看就完了。好好看，你看他胸口了是吧？告诉你啊，你那个相声不能那样说啊！你那样说，观众乐得前仰后合，那像话吗？那个，以后要像师傅这样说，观众就乐不出来了啊！我往哪边骄傲啊？不怕他骄傲吗？呵呵啊，反正他呢，我是为了表扬他，他也有师傅。对，他师傅是郭老师，嗯，郭麒麟，啊，郭麒麟。少班主啊，郭麒麟，郭麒麟，哎，给郭麒麟鼓鼓掌，去去去去去，别这儿起哄。少班主的徒弟，没听说过啊，没听说过。你不是郭老师徒弟吗？是郭老师徒弟。对呀、啊，郭德纲先生那是我老师。哦，不是郭麒麟，哎，郭麒麟之父。啊，对，郭德纲的徒弟，嗯，那更了不起了。郭德纲的徒弟是云鹤九霄啊，龙腾四海，对吧？你是哪科的？四字科的。四字还没收呢。你是哪科？云，第一科。嗯，哎呦，第一科的基本上都是名誉徒弟吧？不明白什么名誉徒弟，就是挂着个衔儿，其实没教过你，是不是？嗨，教过没教过？教过啊，教过。那他很幸运，云字第一科徒弟，
来的比较早，跟郭先生学习呢时间比较长，而且郭老师对他呢还特别的特殊，他是郭德纲的爱徒，有这么回事吗？对，你看看，介绍到别人那儿，这是我徒弟，哎，认识认识啊，这是我徒弟，完了，到他这儿不然，郭德纲老师啊，声泪俱下，跟真事儿一样，掉几个眼泪，这是我的爱徒啊，干嘛这扫墓呢？就是说呀，特别感动，特别感动。没有您这么严重。其实爱徒是什么意思呢？这老大哥可能知道，爱徒就是他是郭德纲他爱人的徒弟，是吧？哦，这你别这胡解释了，这不是缩写是爱徒吗？不不不，我就郭老师徒弟，郭德纲老师喜爱的徒弟。哎，还可以，对不对？别老客气，这人总是揪着胡子过马路，什么意思？谦虚。一嘴俏皮话，不要谦虚啊！不谦虚。哎，郭老师确实很喜欢他，很喜欢，很喜欢。哎，确实他相声说的也不错，特别好，比较认真。是，好坏咱不说啊，反正就是认真。他又不说了，是吧？我可以表扬你，你不能表扬你啊，对不对啊？我又不让谦虚，比较认真啊，这是一般人呢很难做到的。嗯，有的人台上一受欢迎了，说我们的话呀，包袱一响，观众一乐了。哎，这人就骄傲了，骄傲这样不好，对，他就不努力了。嗯，他不去，嗯，他一直在认真努力，是因为知道观众乐了为止，对，是吧？我这包袱都不响，这不乐了吗？啊，对不对？您说实话，观众就乐，哦，对不对？就是说他特别认真，嗯啊，认真归认真，台上保不齐也能出错，是说相声的出什么错啊？无外乎就是把词儿给忘了，嗯，当然了，忘词儿也不算毛病。是不是啊？忘词儿都不叫毛病。哎，你忘了没关系。嗯，你别告诉大家，朋友们，我把词儿说忘了，你告诉大伙儿就没意思了。这不没羞没臊。另外也不能赔礼道歉，对不起啊，我忘了，那不行啊，不行。你忘了词儿没关系，嗯，你得现编词儿。哦，哎，忘了这点没关系，你自个儿编一点，把这弥补上，就看演员的反应了。拿别的词儿替。另外来说，为什么相声通常两个人表演呢？对口相声吗？这儿一逗哏的。这是一捧哏的，嗯，这两个人有明确的分工，嗯，逗哏的主要在这说，捧哏的你看他老看着我，为什么呢？就谨防我忘词儿，是我老得盯着他，对吧？你他在边上他不听不行，他得听着说到哪儿了，对，万一说忘了，他好接着往下说，嗯，而我说忘了，他怎么知道的呢？我得给他一个暗号，暗号，哎，今天就是按说这是内部的机密，不应该告诉您啊。尤其优酷的朋友来了，这一说全优酷的人都知道了，是不是啊？靠，人优酷的内部资料啊。什么暗号呢？就是努嘴儿啊，小动作，冲他一歪嘴儿，他知道我忘词儿了。是，比如说啊，我这说的正热闹的呢啊，喝口吐白沫，我正说着呢啊，好要白白了，这位说说哟，忘了，赶紧冲他这个方向，哎，小动作，观众看不出来啊，人家看不出来。还看不出来啊！你都快回不去了，知道不知道？这不给大家介绍吗？当然要夸张一点了。平常真实的忘词儿时候没有这么大动作，是吧？哎，平常很简单，说说说忘了，完了，连我都没看出来。稍微一动会儿，你能看不出来吗？啊，稍微一动会儿，这就明白了。嗯嗯，他在旁边盯着我呢，是在这一看，哎呦，爷爷忘词儿了。赶紧呢！您先等，很认真。您先等一会儿，您先等一会儿。干什么呀？这爷爷怎么回事啊？就刚才我学你这个啊，就是说你呀、啊，对我忘词儿的一种挖苦和讽刺。我讽刺谁就管谁叫爷爷呀？不是讽刺别人不这样，就讽刺我。呵呵，哎呦，你看你怎么跟我爷爷似的，就好像上岁数似的爱忘事儿，就这意思。哦，好好。哎呦，这爷爷忘词儿了，讽刺完了不算完啊？为什么说他认真呢？他得把我这词儿。接过来他说这工作嘛，哎，他替我说、嗯、你看看这不就是好演员吗？他要说着说着把词儿说忘了，那更难免，对吧？更正常了，是吧？经常的。怎么办呢？冲我这边再来一个暗号，嗯，也努嘴，就冲我这方向，哎，嗯，我盯着他呢，嗯嗯，我一看努嘴了，好，这孙子忘词儿了。您先等会儿啊，到我这怎么又改孙子了？就是我习惯于这样讽刺你。嘿，好啊，呵，这孙子忘词儿了，这多孙子，这爷爷，哎，没关系啊，他那词儿我也知道，嗯，把他那词儿接过来，我又说上了，嗯，观众朋友，您哪看得出来啊？是，就是我忘了词儿，冲他一努嘴儿，他忘了词儿，嗯，冲我一努嘴儿，这就解决了。哎，啊、嗯，要咱俩都忘了呢，
同时忘了啊，都忘了，那就得对着奴子儿，像话，这样行吗？没听说过。要这样的话呀，那就不现实。嗯，比如说我这忘了冲他一努嘴，他也不知说什么，又努回来了。哎，对，我一看，哦，他也没辙了，这时候就看我的了。嗯，没你什么事了啊。啊，保持冷静啊。哎，不要烦躁啊。哦，这时候我得即兴发挥。嗯，现场抓哏，就是当场啊现编一个笑料。比如说吧，这大哥是你爸爸，你看观众捧腹大笑，一鞠躬，我一拽他，走走。哦，我们俩就下去了。他还得拽着我，不拽他就木在这儿了啊！哎，所以您看刚才表演那些个俩一对下去，俩一对下去，那些人都是忘词儿了。这是你说的啊？这是啊？人家那是表演结束了。哦哦，表演结束也得下台啊。嗯，不能为了彰显我们没忘词儿，老在台上站着。呵，那也不行。对，所以说就是什么呢？相声演员忘词儿了呀，得有个弥补的办法。嗯，但是说相声的属于这个散文体的内容，就跟闲聊天一样。哎，对了。你多说个三句两句啊，或者少说个三五百句啊，都没关系。嗯，那没关系，三五百句也没关系啊。不是，你少说这个词儿，可以说别的词儿。哦，这是相声演员的特点。嗯，你要是其他的艺术形式就麻烦了。别的什么形式？戏曲。哦，您不是最爱听戏吗？我戏迷啊。戏曲演员台上要是忘了词儿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是一个人呢，跟他搭档那个人，你唱一句，人家唱一句。你这一乱喽，人家接不上来了。哎，还有剧情啊，朝代呀、啊，人物关系啊，还有版式啊，那事儿挺多的呢。对，不像相声演员这么好编的。嗯，那有的那个传统的京剧，我赶上过一次。哪个？就在北京看的戏。哦哦，这是个传统戏。哦，问桥闹府。嗯，打棍出乡，其中的这个主人公啊，姓范，叫范仲宇。剧情比较简单。是啊，范仲宇的媳妇让坏人抢跑了。他跟一个打柴的樵夫一问呢，这个坏人叫什么呢？叫葛登云。嗯，他到葛登云家里边找他这夫人去。对，路上有四句唱词儿。什么词儿啊？是这个词儿。嗯，食材樵哥对我论，老泽的名叫葛登云，迈开了大步朝前奔，不觉来到泽的府门。什么叫泽呀？泽就是贼呀、啊，贼。哎，京剧舞台上上口。哦哦，老贼。又叫老泽，老泽，哎，这么四句。嗯，这个演员呢，精神没集中。是啊，刚唱了一句半，把词儿唱忘了。他在哪儿忘的？把葛登云这名字给忘了。这是关键的地方。对，你要上哪儿去，你能忘了吗？嗯，问乔，问那樵夫，问的就是这事儿。嗯，他给忘了，但是演员反应够快，冲这个乐队啊做了一手势。嗯，那意思什么呢？让乐队别出声了，乐队打住。他改唱为说，他好想词儿。哦，这能磨分磨分。对，他是这样。嗯，唱一句半啊。是才敲过对我论，老子的名叫名叫，这是忘了，就想不起来了。嗯，没犹豫，冲那乐队那儿，哎呀，且住，且住。这什么意思？那意思乐队您别出声了。哦，打住。嗯，打鼓的是乐队指挥啊。一听哎呀，且住，赶紧一压这鼓键子。您说怎么回事？散戏了？没听说过。刚开始啊，嗯，他说且住了，这打鼓的一压键子，拉胡琴的，打大锣的，打小锣的，打挠脖的，全都没声音了，安静了。这个演员在台上说话，嗯，道上白了，哎呀，且住，是方才那乔国对我讲的是明明白白，怎么一时时想他不起？他怎么想不起来了？想起来还叫忘吗？哎，对。忘词儿了，嗯，冲乐队一透袖，叫乱锤，乱锤是讲说是这将将将，有点背景音乐，将将将将将将将，在台上转圈想词儿，呵，将将我要到哪里去啊？将将都糊涂，将将那巧过，我再问他一问，哎呀，有缘了，将将都回家了，这将将将转了20分钟。哦，没想起来啊！哎呀呀呀！观众坐底下纳闷啊，嗯，好奇，哎呦，心里话怎么着？是台上多一保安呢？是怎么着？啊，这倒不丢东西了啊！这怎么好这转悠什么来了？嗯，将将的，20分钟没想起来。嗯，这个演员汗都下来了。朋友们，您各位可能没上过台，嗯，一上舞台呀、啊，真保不齐遇上这情况，是吧？叫鬼打墙，嗯，一点都想不起来。你看，
他要是安静安静冷静冷静，到了后台了半分钟他就能想起来，他就精神可能高度集中了，也想不起来。心里话干想是想不起来了，改变战术，找人问问吧。问谁去？问谁？能问观众吗？观众都知道也不能问。这边帘后边叫上场门，对，上场门有后台其他演员，嗯，台上就他自己啊。是啊，问问别的演员，这时候不能嫌丢人，哦哦，就得问去，就这主意，降降降。问出来了，没人。嗨，哎呀，平常那人都挤不动啊。嗯，今儿一人没有，哎，不定藏哪儿看我笑话呢。上场门没人没关系，问这边下场门，这儿有人吗？这边有人。怎么？乐队在这边呢。哦，都看见人了。哎，那个剧场那个乐池乐队就在这个位置。嗯，他问问那个打鼓的。哦，打鼓的是这出戏的总指挥。对，大小节骨眼、犄角旮旯啊、唱词啊、时代背景、人物关系，没有他不知道的。嗯，我问问打鼓的，他就告诉我了。到打鼓的跟前，不能说忘了。嗯，一说，哎，我忘了啊。观众听见道号上来了啊，得说术语，术语，梨园界唱戏的术语啊，忘了不叫忘了，忘了是叫电了。哦，也得小声啊。嗯嗯，打鼓的在这坐着，我说老师，我电了啊。嗯，就是忘了，我电了啊。打鼓的一听，怎么着，你电了？对，你再转一圈吧。怎么？我也电了。都给打电了，打40分钟了，呵，都忘了什么戏了。哎呀，手都木了，这是练功来了。哎呀，实在不凑巧啊，天冷将都走了。这旁边坐着一个拉京胡的，对，这一想，这叫什么事儿呢？嗯，演员忘词儿，巡逻巡了20分钟。对，问后台演员都藏起来不告诉他，问这打鼓的他也不知道。你说观众是花钱买票来的，人家招谁惹谁了？那可不是吗？人家就是有涵养，所以没叫道好啊。不证明你演员多么的高明啊。对，你照这样耗下去多的是一站呢。不，主要是再这样下去一会儿没有地铁我回不了家了。啊，主要为的是这个。这干脆，嗯，我告诉你得了。哎，这可以。他记着这葛登云呢，你说怎么告诉？喊葛登云，葛登云。他听见了，观众也听见了。对，道好上来了。这个演员啊在那正转着呢。嗯，拉胡琴一琢磨，我不能落这个。啊，给他一个别的方法告诉他。嗯，您想有那个电视里有那游戏你也玩过？什么游戏？很简单的游戏，你来比划你来猜，就那个。我吃饱撑的，我我自己比划自己猜啊。不，有那你来比划你来猜吗？他是俩着，我来比划你来猜。哦，我是跟别人说惯了，你来比划你来猜。哦，这个哦，有这个吗？对，他跟他做动作，嗯，不出声音。哎，这葛登云这仨字还不好比划，你瞧瞧，你葛怎么比划？灯，哎，这灯还行。嗯，找那个同音字吧。嗯，同音字。这拉胡琴的在这坐着，冲那演员，哎哎，把腿伸出来。嗯，代表蹬一蹬。这动作这不是蹬吗？对，心里话仨字儿告诉一个字儿就应该想起来了。嗯，这个演员还真看见了，看见了，领会错了。是啊，啊，他这一唱，观众都乐了。您讲讲。回头一看，拉胡琴的冲他这样，这不蹬的吗？唱上来了。嗯，是才瞧过对我论，老子的名叫一条腿儿啊。啊，人有叫一条腿儿的吗？一着急把匪号唱出来了。呵，您说是不是闹笑话？嗯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个演员思想没集中。嗯，稍微一开小差，台上就能够出错，他就差点意思。哎，还有这么一回事情，您讲。不是京剧了啊，这是个梆子。哪儿的梆子？山西梆子。哦，又叫晋剧。晋剧也好听。有这么一个小型的晋剧团。嗯，在山西啊当地那个县里边经常演出。是，没进过大城市。哦，说的不是现在，倒退几十年前的事情。那个团长呢又兼主演。哎，突然之间接到邀请了，到哪儿呢？天津的中国大戏院。嗯，到那儿去演出去。哦，呵，这连团长带团员们都高兴。那是，没去过大城市。嗯，更没去过大剧场。对，天津中国大戏院1936年就有这剧场。哦，那都是什么人在那儿演出啊？什么叫梅兰芳啊、马连良啊、裘盛戎啊、袁世海啊，都大师在那儿演出。嗯，这个小的剧团得到这个邀请心里高兴。对，睡不着觉，
哦，激动了，赶到日子都去了。嗯，这个团长呢，演出啊特别认真，哦，水平也特别高，多好。但是受到当时这个剧场环境的影响，把词儿唱忘了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唱的哪出戏啊？叫这个《渭水河》。嗯，文王访贤。哎，他是主人公啊，扮演的是姜子牙，《封神榜》的故事是。其中有这么一段唱词，是姜子牙呀自报家门。嗯。唱起来应该这味儿的啊！您来了晋剧，山西梆子啊！哦，在座的咱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山西朋友啊？如果有，哎呦，您是山西朋友哈！太好了，行行，您把耳朵堵上点，装听不见啊！对，山西梆子唱起来这味儿的啊！姜子牙自报家门，嗯，我家住傲立州傲立县，姓姜，名尚，字子牙，字子牙，道号叫飞熊。哎呦，唱多好，都哭了。嗯啊、好、啊，艺术的魅力啊，艺术的魅力，遇上知音了您。哎，您听这词儿了没有？嗯，比较通俗。哎，我家住傲立州傲立县，姓姜，名尚，字子牙，道号叫飞熊，就是个自报家门呀、啊。姜飞熊嘛，是他老是老道的一身打扮，嗯，所以是道号叫飞熊。这几句词儿，这个演员演多少次了？嗯、啊，没错过。嗯，那天为什么出错呢？中国大戏院那个时候啊，有这么一项服务，什么呢？夏天那时候没有空调，也没有电扇，嗯，有什么呢？这个剧场里头准备一个大盆，搁上开水，里边有这么三四十条啊毛巾，这干嘛使、啊？这毛巾拿水一烫，淋点花露水啊，哪位顾客、哪位观众要出汗呢？给您擦汗使。哦，这叫手巾板儿。嗯，过去那大剧场就这个。嗯，这手巾板啊。哪个服务员呢在这天上来回扔啊，比如说俩服务员离挺远，你说老送去这得多长时间呢？对，他得来回扔扔这手巾板，哎，都得有经验。嗯嗯，不能掉地下。那当然了，扔时间长了熟练了还来花样呢。花样打腿底就过去了。嚯、哦、啊，走，这叫张飞骗马啊，接着那主从后背这接走，苏秦背剑啊，有时候没扔好，嗯、啊、这叫掉地下了。掉地下也都有花样。嗯，是吧？这个演员呢竟在小剧场演出，是山西当地那县里头没见过这个。嗯，这一扔这手巾把他给搅和了啊，刚唱了这么半句，半句啊，刚唱半句，因为整个是一句哦，刚唱半句，我家住傲立州傲立县，姓姜，名尚，字子牙，字子牙，唱到这儿那白毛巾唰这么一扔，演员一看，你就好心里话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嗯，鸽子啊！这剧场里边怎么还飞鸽子？像话吗？那位怎么接过来递给他擦脸呢？嗯，哦，毛巾呢？对，哦，这就是那手巾板儿，我竟听说过没见过，今儿开演了，这是手巾板儿。嗯，好好好，长见识。是，别理他了，接着往下唱吧。嗯，坏了，怎么？净琢磨那个，把后面那句词儿忘了。哟，搁台上了。哎呦，这怎么办呢？嗯。这个演员有点舞台经验，后面那句忘了没关系，嗯，前面那句还记得哦，心想啊，再重复一下前面那句，往后一带就带出来了。哎，这办法不错，对吧？是，前面这不是字子牙吗？字子牙，字子牙，唰，这不就扔一个？嘿嘿，一到这节骨眼就扔这毛巾，哦，这眼神还馋啊，又跟过去一看，哟呵，那位又擦上了啊。嗯，哎呀，后边什么词儿还是没想起来。再带字子牙，字子牙，呵，来了呵，这还爱看。一到这儿就来这句，是呵，一到这句就扔手巾，嗯，这玩意儿不要命吗？字子牙，字子牙，用这呲牙呲了30分钟，没想起来。哎，观众在底下坐不住了。对，心里话，我们倒是头一回看这个，都不能老唱这一句啊。嗯，观众就坐底下开始起哄。好啊，这不是欢迎，这叫起哄。那可不是吗？好啊，演员误会了，他以为观众爱听这句呢。啊，谁叫好他冲谁呲牙。嘿，那儿一喊好啊，他冲那儿呲呲牙，那儿一喊太好了，呲呲牙，又呲了20分钟牙。好，一钟头了还是没想起来啊。是，汗也下来了。哎，观众汗也下来了，观众都出汗了啊，这叫什么玩意儿呢？对，第二排中间呢有个老大爷，嗯，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是吧？站起来冲台上嚷嚷，嗯，天津人，哎，台上那个
下去吧。怎么？别没羞没臊了。我们叫的这是道好。嗯，他一听道好叫飞熊，他想起来了。道好。谢谢朋友们。哎，这是一个传统相声。嗯，叫渭水河。说的是舞台上啊出错的故事。嗯，这些个段子有很多，其实呢也有真的也有假的，也有相声演员呢夸张虚构的，也有编的。哎，你看这个相声演员就是这样，生活当中啊有一点事儿我们能无限放大，无限放大。对，这就是捕捉新鲜事物的能力。嗯，你看生活当中很多事儿各位您不注意，是比如说吧，冬天天冷了怎么办呢，咱自觉的就把羽绒服穿上了，就把帽子戴上了。对呀，不用人通知您。到夏天还有穿羽绒服的吗？少了，是吧？什么叫少了？你看少了就是不多了，根本就没有啊。你看有那怕冷的啊，八十来岁的，嗯，八十来岁七月份他也穿上棉裤。哦，有这样吧？老寒腿。一般年轻人到夏天没人发通知啊，没人发广告，自觉的您就短袖。对，对吧？女孩子穿裙子，嗯，好看，是是不是？夏天呢，行了。在屋里吹空调啊，不愿意吹空调的那个吹电扇，凉快吗？不愿意吹电扇的扇扇子，扇扇子，这不都能凉快吗？嗯，对吧？这就解决问题了。扇扇子，朋友们，这里有诀窍，这里有诀窍。扇扇子，什么叫诀窍？他喜欢玩扇子，对，那叫文玩啊。他买一把扇子，不为了扇风，为了收藏。是啊，没事就拿这手老捋那扇子。我扇子不少，对吧？嗯，老捋那个。最便宜的也得好几千块钱一个，嗨，不爱提这，你不提不行啊。但是他呀，对这东西他不在意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用着比较费。你本来他是文玩，他就不是扇风用的，他不去，拿起来跟没事儿一样，哗啦哗啦也这么扇。嗯，我呀，说实在的，那扇子现在不属于我了，对吧？什么？嗯，什么？那什么不属于你了？就你那扇子现在不属于我了，那根本也不属于你。我倒给你的嘛。好，那把扇子。我看着都心疼，拿着挺好的扇子，好几千块钱，人别人都搁套里头，然后玩的时候拿出来得戴手套，他不去，拿过来之后哗啦哗啦就这么扇，你那个玩意儿这不糟践东西吗？毕竟它是个用品，用品不行，你这人不会过日子。嗯，今天我教给你，怎么能够省扇子，这里有小妙招。是啊，哎，今天开讲了啊，这不优酷朋友也来了吗？咱今天风姐小妙招第一课啊。风姐是谁？就是陛下。你不是高峰吗？高峰啊，咱得不一个字儿不显得亲切吗？哦，风姐小妙招啊。风姐怎么扇扇子省扇子？哦，这里有小妙招。是吗？哎，你看这把，不是这把，这把，嗯，这把扇子，这是我个人的，这不是集体的，跟他们这虽然长得差不多啊，嗯，这是我个人的，不是最近的，1997年四月份，我在天津啊，我是天津人啊。天津有个河西商场，河西商场当时的价格是1.5块，卖1.8块吗？我给他1.5块，对吧？因为这破了一点，这商场里还能砍价呢？他这破了，处理品嘛，1.5块，97年到现在40多年了吧？40多年了，你会算账吗？九七年到现在40来年。啊，多少年啊？这是30来年差不多了。那就是79年，79年吧。79年啊，79年你也才3岁吧？79年才79年，你才3岁呢。79年，今年你爸爸3岁，真是的。还97年吗？97年，你有谱没谱？97年，反正九七年，到现在20多年了，对吧？这把扇子可不是我一直在家里供着，或者搁哪儿忘了才找出来，不是。一到夏天我就拿出来，拿出来我也扇。嗯，所以你看到现在20多年了，保持的就算你看比较完好。哦，没叫没说着玩啊。说着玩干嘛？这真是你啊，小妙招嘛，真事儿啊。这20-30年换过扇面吗？换扇面还叫能耐吗？没换过。97这不写着呢吗？你看97年嘛。我看97年四月，我看一眼得了，是吧？97年嘛，这拿这个扇，要像你这么扇，哗啦哗啦两下坏了，那是差点意思。哎，小妙招来了啊！哦，拿脑子记啊！那您教教我，我还真跟您学学这个。对了，怎么能保护这扇子呢？朋友们也可以学着点。嗯，之所以这把扇子20多年保持的这么完好，扇扇的时候小妙招是这样的。您教给我。扇扇的时候啊，嗯，您是扇子不动，脑袋动，你这有毛病。
朋友们，欢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的短暂，本场演出呢到此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光临，离场时带好随身物品啊，朋友们再见，再见，好。